差不多啦，应该是说电吧，哦，反正就是那两高啊，后来就是高啊后。那么，伊咧就提出上报喜，那么呢，放假就爱去报喜的时阵，遐书遐书，这个咱讲课上的书读咧，伊就甲伊的弟兄讲，今日这个小女子，伊就是专心专播伊的财产，能稳起来报喜。那么，伊要书要进入来做会用，做公益的会用哦。啊，所以就这一位家来书就来做公益的会用。那么也做欢喜的事情啊，哦。那么等你了后呢，这个小女子呢，就是个一年休学一年之下呢，来从选入中来的。那么选入中来的，刚刚来看了成连环转嘛。哦，他不会看电视哦，他们说他们连环转的，你高三期待做，哎、欸，做哎，各位先生，我看哎，最近的那个连环转那个，哦，公，甄嬛传，哦，公，甄嬛传，哦，我是在高三期待的时啊，爱情里说紧张的啊，得到偶像的宠幸哦。